家好，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如何栽种南瓜，然后呢在整个生长阶段要如何给它施肥，然后打岔才能达到高产。那么这一期呢，主要的就是跟大家分享，现在已经进入了七月份，我们呢就可以丰收了。给大家看看这颗南瓜呢，又大又熟了。如果像这么熟没摘掉的话，很快就被虫害啃食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我们呢就要及时摘掉。已经把熟的剪掉了，还有一个没熟的，我们呢暂时不要给它剪掉，先给它使用一些养分，把它养得又壮又肥。那么地栽南瓜我们是用什么肥呢？可以是用这种通用型的缓释肥，也可以使用这种发酵腐熟好的芝麻饼肥，两种都是肥力温和，也属于是固体肥。在这个高温多雨的环境下，固体肥呢是比较好一点，尤其是给它做浅埋，这样呢就不会浪费我们的养分。如果使用水溶肥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给它施用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它又下雨，被雨水冲走了养分，就导致我们施肥无效，那么瓜蔓就无法吸收到充足的养分，导致生长缓慢。施用也是非常简单，我们一颗瓜给它用半勺抓就可以了，肥力特别持久，两个月给它施用一次即可，不管是种菜养花都可以使用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南瓜，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。